期也将换批人马了，除了以往的老肉之外，也会新加许多的小鲜肉进来。首先是鹿晗和迪丽热巴，虽然鹿晗公布恋情对组 CP 造成了很大影响，但是据最新消息，鹿晗将继续参加跑男六，而迪丽热巴因为开始也只是替代 baby， 所以暂时还不知道情况。此外，捡乐王王祖蓝，他的搞怪语将持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王祖蓝由于私事也退出节目组，接下来将会由王源替代。王源给我们的印象也是很阳光帅气的，不知道这个综艺节目怎么样呢？不外在第五季时候，郑恺就起头和节目组星星抱怨镜头越来越少了，小猎豹的被存眷度和出镜率随之低落，突然退出让很多观众都难以接受。为此，郑恺工作室也发出声明来指责跑男节目组，据说郑恺将由吴磊替代，新晋跑男小鲜肉是吴磊怎么样？是不是没有失踪望？吴磊的演技和颜值都没得说，综艺感也很是强。对于吴磊和王源的加入，不知道